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鬼棍面。这是一斤面粉，里面放一勺盐。这是270毫升水，开始和面。摆成虚张，开始揉面。水不能一次倒完，边揉面边加水。醒面十分钟。揉光后盖开。给筷子倒一点点油。面放上去。上面再抹点油。我今天人家放好多油，你倒哪一点油？我都够了，倒点油就行了，不沾就对了。这没切开，再醒一个小时。搓一下，这就圆了。这是咱关中地区特色的鬼棍面。给碗里面加些醋、酱油，盐，辣子面。看这个给你做鬼棍面咋想？先尝一下。那开条光溜的日子，我叫搓搓，我活的叫搓搓。这回鬼棍面，你回把高粱搓，然后上茶几一拉呀，把口劲，最想吃这个味儿，最想吃个味儿。那天我在那喝去，我还有面的，我给你再下。我够了，你跟我爸你再下喝点。那行，你都没吃呢啊，等你吃，等我看到去。嗯。香，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嘿嘿，我拍视频的，不要诱惑我。真饿了，饿很饿很。